跟我玩咬着打也行啊。说晚安的时候，敌军真的在欺负别人吗？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包工头打野一定要快。你的梦想呼唤我，是的。挺吓人啊，哦，这挺吓人。哎，这可挺吓人的，这我安静的时候就能听到无数声音。还有30秒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现在有1/6的中奖概率。兄弟们，这一波呀，这一波是1换1，包工头打野失败了，兄弟们失败了，哇，这波血崩啊，我操了。还有7秒钟啊，谢谢孙悟空蓝莲汉起名这么难，泰迪木恩左瑞他右鱼霜，开局不利呀，啊，先打个野吧，这先打个 F6。 好，二级看看学个啥啊，去野区找妖的，他已经没惩戒了，这波我们找过来。这干嘛呀，这，哎呦我操，正版大杀四方。我现在得等我的信心重新长出来了。我们去他们野区把妖子杀了，顺便拿了个蛤蟆啊。这就导致什么，我没有双 buff， 腰着没双 buff 了，把双 buff 拿了。来，就你这智商咋跟我玩啊，兄弟，啊，就你这智商你咋跟我玩啊，你说，哎呦，我这一看这光头是有点不服啊，这是好厉害的光头。哎呀呀呀！打
着了？没有。哎呀！哎，我的人头啊，兄弟呀、啊！这玩意儿打人咋那么刮痧呢？就得一下一下的，你知道吧？就得跑，抠完就开始跑，跑啊，然后再抠，跑再抠，跑再抠，一顿抠。红应该是没了，这波我们先打狼啊，打完狼去打 F6， 打完 F6 去腰的野区把他蓝拿了。或者俺们去波上路也行。去波上路吧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先别死，你这不玩呢吗？我这咋杀呀？你给我扯犊子呢是吧？等他大招消失啊，等他疾跑跟大招消失的，别着急。好，这冲啊！蓝有没有？你别以为我没看见你。早安前就是入睡前的微笑。拉倒吧，拉倒吧，拉倒吧！你干哈呢？别晃了，拉倒吧，这就算了啊，兄弟，给我个面子行不行？上路落手来一波，他没有大，你怕什么玩意儿了呢？这玩意儿打人好他妈不掉血呀，我操，这玩意儿打人怎么不掉血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下波再来，下波没闪现，每个人类都是没事，再来一波吧。不过这是真是有点不掉血呀，这这打人根本不掉血，你并
并不是含羞蓓蕾太猛了，而是乌迪尔太面了。这回再干他，你妈了个蛋的。哎，好大。哦哦，跑这么快。一万一还行吧。哎呀，来个法川海呀，这英雄还是西地海。这把的上路我去定了。这把的下路我肯定是去定了。上路。我还得来上路，我这把上路来定了，我必须得无限在上路待着了，今天这把这上路肯定好不了。梦呀，你觉得他们会记得我吗？肯定没法玩了，我必定一直往上跑，我今天不玩了我都得干死他这个落手，你瞅着呗。真你妈菜！来，每当我握着这根树枝，我就能用指头看见一棵树。你一直在做梦，直到被吵醒。现在快想想办法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 W 一对点吧。梦呀，和我一起抓紧我的树枝。
来中路把妖子杀了，就他一个人。这还他妈不菜，我给人睡那儿，他给人打醒。你说就这狗熊有什么好洗的呢？也不知道洗啥呢。我来杀戮这么多趟，我的妈呀，我帮你这么多波兄弟，你不说抄个神吗？你给我整个他妈282，你上哪找这么一直帮你的打野去？赶紧来个大面具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么猛小胖，应该负 W 技能，这个 W 技能还是挺疼的。我打野你有意见呢？我打个小龙你好像有意见，我的你看。操你哥的。给我杀他来。漂亮。辛德拉伤害有点不太对劲。那辛德拉伤害可能有点问题，哎，他可能是我的大招让他的伤害有加成，好像是吧？应该不能有这么高的伤害呀，那一个扣E就死了。你还把我河蟹给我烫死了，操你哥！你赶紧去死去吧！
我们上野就此决裂。要杀辛德拉，走走走走走，找到这妖了。这落手怎么跑那么快呀？俺是大宝宝，这英雄玩的真没意思，不乐意玩这种英雄。我就讨厌那种持续伤害的英雄，就得一点一点的磨。我不喜欢跟别人磨，太累。我就得一个技能就把人给干死。之所以咱不爱玩圆规人跟那个瑞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两个英雄都得耗，打个线上嘛，那都得耗血。哦，兜狗熊应该是也没了，我们赶紧跑啊，去打个蓝去。含羞蓓蕾从此以后封印在我们这个英雄之中啊，不，英雄池之中封印住了啊。不就是个落手的吗？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他咋的呀？谁打电话？喂？嗯。啊，对。没啥建议。哎，好嘞。我已经本甲了。咋的呀？啊？整我手上了，发力了，发力了。会员中心的外向。好，兄弟们，福星挑战送点大气，我们大气还剩几个，来点送礼的人数就行。这怎么一个 Q 连后排兵都打不死呢？这英雄谁玩啊？我强烈建议加强。先把塔拔了呗。
兜兜哎呦呦呦呦兜跑得快有啥用啊？你说，跑得快能拯救世界吗？赶紧减个速，哎呀，减速没减到，兄弟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，我怕死了，我怕他给我剁了，我这小鹿腿就没了，给我变成鹿茸了就。我确实是没想到这小炮这么狠。瞅瞅打那腰子，我打了100下还不抵人家碰我一下，我们居然要抽神了，不可思议，抢我东西。上路收波兵，鹿茸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鹿茸是什么，应该是鹿的脚吧。算了，我惩戒回家了。他没有脚，哦，他没有脚，那这是什么鹿？雌鹿，来本书，再来个这个，这不无敌了吗？我就打个野呀，我还得在这划拉划拉，完了还回血了，好，家都快没了呀！哎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来来来，闪现扣一个，打三个。这洛克萨斯之手有这么狠吗？哎呀，啊！这不应该呀，这。我的书没了。我寻思这波俺们双杀呢，我先杀的光头好了，我应该先杀光头，然后玩一玩的落手，打条小龙吧，有血怒了，这是
我操，对面把大龙打了，这不对劲啊，这不对劲，这好像是不对劲。你能不能打不了给我穿个墙，把这落手先给我杀了，漂亮兄弟们，拿下，我把线推走啊，不用我推啊，那还是得让我推吧，没兵线呢，滚一个球，来个 Q 闪吧，能 Q 闪吗？能。哎呀，可不玩这玩意儿了，玩的累呀。哎呦，我打一把，把我的十年的走位都给我走位都给我秀出来了，真的，整个秀了我十年的走位。可不容易。